日前，冉颖颖与老公邹市明现身上海机场。冉颖颖戴着浅色墨镜，一手提包，一手和老公邹市明亲密相握。只见她鳞片裤搭配黑色短 T， 上围高耸，非常吸睛，大秀好身材，让身旁的明星老公完全成了陪衬。7月4日，邹市明在自己微博上传一段视频，并配文称：“外面下雨，弄得办公室都不安静了。”视频中，他与妻子冉颖颖在办公室练习拳击，只见冉颖颖戴着手套向邹市明挥舞拳头，练得煞有介事。网友纷纷表示撒狗粮，哎呦呦，这狗粮我吃了，办公室练拳为啥不去训练馆练呢？早些时候，冉颖颖在自己微博上传一组照片，并配文称：“我最近我被嫌弃脸太肿，明哥没事来练拳击吧，我您确定吗？不会更肿，明哥拳击课大汗淋漓，超赞。”照片中冉颖颖素颜出镜，很是可爱，扎着马尾辫，戴着拳击手套，看起来英姿飒爽。